欢迎收看由微信 Gaming 主板冠名播出的 CM 教学大全，微星仔游戏更自在。好的，今天非常荣幸的给大家带来炮娘、不对，炮姐，都是炮姐。我们录过炮娘之后再录一个炮姐，所以今天是拉克斯光辉，这什么？光辉女郎是在录 CM 新手巡礼，我们开了这个节目。嗯，我们即将要开，是，就这期。你来了之后，把我们的节目水平都拉低了。看我这。之字形挑山工，嗯，这个炮姐比炮娘好看多了，是吧？对，我也觉得，嗯，反正跟你都不太好吧，我不说了。都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想想，都不太适合你用。女性玩家从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英雄有点像拉拉队的味道，尤其他看他有没有没有 Q 到，刚看上去像、有点像这个拉拉队的味道。他往前扔一个那个美式拉拉队的那种那个棒子叫什么来着？反正扔出去之后，大家就能获得士气。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那个就叫美式棒，那个就叫美式棒吗？这你也信？我一般都是很轻易就会相信别人的，直到被人背叛之后，对不对？好吧。我招了，点两下，是很轻松的。然后收下这个 F 字。今天为什么要做拉克斯的教学、拉克斯因为这个英雄确实还是很厉害，然后上来对阵的是，我觉得拉克斯是一个对线，那、这边先压下补刀，是一个对线很厉害的英雄、甚至于说从对线期来看和干个期来看的话，他算是当今版本最强的之一吧。要不要带上之一这个都行，但是E大师是唯一比较难打的，就是稍微能够克制拉克斯的对线的英雄法师之一了。因为你想，你拉克斯强的是一个耗血，然后你去耗他的血呢，第一对面 APE 的话他回复能力比较强，第二就是拉克斯他是擅长远距离作战，他耗你血的时候呢你一般打不到他，而E大师是一个你只要小兵作为传递他就能往你身上来扣血的这样的一个英雄。哇，这火力比我强多了、是的，所以这期还是很有看点的。所以这样一来一回，其实是拉克斯前期对线期的一个优势，对阵这个英雄就很难体现得出来。但是我们依然要猛烈的压制对方的补刀，那边未开了 Q 技能，现在这家伙打野已经是逐渐的被哇，他还挑衅，他过来一下，小优的技术太烂了。原来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我还真是挺开心的，是吧？谢谢你夸我，好吧？看我这个走位，哇，收到了。简直就是，这边把阿木木打到了空血，交了闪现，因为我不能确保他是往右边闪还是往下闪，所以我没有贸然的闪过去。这种事情，尤其是录视频，我要是过去了，发现判断空了，那不就丢人了吗？没事，不是一次两次。就是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我老实多了，不浪啊，不秀，反正也没什么好秀的。教学一定不能浪。有的时候要浪就要打着，我两个都漏了，你敢信？哎，随缘补刀法，最近学，哦，补刀就是我们这个教学的痛啊。应该多向洛克学习学习。那他真是纯随缘的好吗？哎，好炸他一下，这边因为是阿木木当着我们的，当着我们的面回家的嘛，被打到空气还交了闪现，所以无叫什么无责任，你还加血。我让你白加一口，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原地加血，你不觉得是对我的侮辱吗？他会还回来的。还？哎，为什么这样都没有？他身后那个袍子是虚的吗？哎，我发现像是拉克斯狐狸这种英雄，你只要是绕着他的身边走，就很容易躲开他的。对你近战，因为你想你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你离他越近了，你走同样距离，他这个角度和弧度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哇！哎，有点惨。哎，你有没有看到最后那个伤害光出来，像光一样的死去，就是陨落了。是的，刚刚应该是没有计算到对方的确实失误了，没有算到对方那个E大师身上还有闪现。最近玩蛋蛋堂可能把智力都玩低了。你不要赖蛋蛋堂这个游戏好吗？我真是我每天都很困扰的好吗？你想蛋蛋堂怎么说它也是一个跟人对打的游戏吧，对不对？像我这样的性格，我一玩我肯定还是要认真的呀，我不认真起来就不展现出来自己的真实的实力，或者说不把这种竞技的态度拿出来，
我是有强迫症的。我觉得你这么说倒是没有问题，但是二三级的时候不用这样吧。但是你想想，但是我好像还是要输给陆克呀。你说那事儿是吧？是，你想想，现在我已经以20-1的这个比分领先了，我很困扰。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吧，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就是这个，他演得很像。我们三角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就别聊了，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过程是什么呢？就是争夺的这个过程。你好像挺乐在其中的感觉。还好吧。是，关键是一般妹子不爽是在有点丑。哎呀，角度不对，刚刚应该是20度角，然后35的力度打出去就有了。没事，放过他了。是，你这样说也对，就算放过他也对，反正把易大师给逼回去了。刚刚易大师演的真的很像，他当着你的面回城，其实是旁边有个勾，这幸好是阿木木勾的不准，不对，是幸好是我走位特别的厉害啊。重来一遍好吧。我自己都这你都能传掉，我旁边那么多小兵他 Q 到我了，这我没鞋，对面有鞋。完了！易大师天生是330的移动速度，好像我女神啊！哎，你看他死的姿势有没有？我用女性姿势，反正是会要下降一点点智商，我发现了。你不要这样。目前为止，除了凯尔之外啊，其他人我都把握不到这个精髓。嗯，我感觉是因为老是带着仇恨在里面。旁边老是有人干扰我。是吗？带我出去了。我说的是那个位了。啊，不要上纲上线了。紧张什么？紧张什么？这边开大了。哦，要死。完。一切都是从你死开始。从我开始的是吗？我又没有送医血。哇，我的女朋友死了，算了，我活不下去了。是这样吗？你不觉得伊泽跟拉克斯挺配的？哎，你这样说好像是。都一样高啊。嗯。对不对？都一样高是吗？然后走路的姿势也差不多。发色还一样呢。对啊。少年。门当户对。说老实话，剑圣真是，你打其他的英雄，拉克斯是很容易在线上获得巨大的优势的，打这个人很难。然后这个阿木木，他机会就是在中路会线的呀。所以这就起到了教学的作用了。是这样吗？对，你看他跟谁对线都这么容易。光头哥，你为什么不选个瑞茨？炸。然后这次碰到剑圣。对，打剑圣主要是，你摸到他了之后。耗点血，其他的法师经常是你耗点血，然后你到六之后稍微摸他几下，只要 Q 中，很有可能就一套带走。稍微摸他几下。哎，剑圣不行。嗯，剑圣他摸你。剑圣他是不怕你摸的。是。因为他是易大师。有。色即时空。哦，你这样说好像有道理啊。啊。GDB 有好几个高僧啊。哦，嗯，反正我旁边这个不是。你想想，胖胖的和尚对不对？我们这儿胖胖的行吗？有那么好几个呢。嗯、来。好 Q 到了 A 一下 E 一下，最大火力刷新他身上的这个光的哇，没有大招，有那个谁来了，哎呀木木好讨厌，差一点上了点燃打不死他。哎呀，发现好几次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对方逃跑。对啊，就是上来对线不好打，然后阿木木经常来，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杀他一次，阿木木又来了烦，恨死这个。所以现在一定要当他的面把这个红 buff 给抢掉。你叫木木是吗？木木躺枪。嗯，这个木木还真的是没有那个木木好看。嗯，木木你别上，你上了也没什么用。哎，好，这个地方，哎，这是闪现过来的吗？啊，好像没 Q 到。什么？追一下。这是什么走位？倒是可以来这边，风女击杀掉了男枪，然后我一个E技能封路，对你只能往后走。先封一下。来，人头给我。没想到，手慢了。易大师呢？最近好像没有看到易大师了。他不是被你打怕了？易大师来了，他接下来完了。对你是不是撤一下呀 ？ATC 同学，没有必要这样玩。是啊。冷静一点。哎呀，故意的，这到账。对吧？你一看这个伊泽瑞尔，他身上没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皮肤，他各种留恋。是，风女，你给我呀！哎，让风女拿了人头，这就好难玩啊。确实是这样。嗯，
一切都是从你那个死开始，又是从我开始的是吗？德玛西亚跪了，哎，剩在最后的那一刻开启了一个 W 技能，嗯，感觉那个护盾好像加挺多的，说不定有二级，确实是难玩的。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三路的有点懵，闪现对吧，哇他往这边走的呀，丑不堪言，这个丢的呀，丑不堪言，没技能了，等一下，不行啊，最近是不是沉迷于这个啊，你说什么，你刚说什么，我说你最近不行啊，是这样吗，你自己说的呀，我说可以啊，哦，这种事情不从来都是自己说可以吗，那我把这段掐掉好吧，你又掐，嗯，掐一下试试看，你怎么不行了，我哪不行了，我怎么知道，嗯，别闹，嗯，你别闹别闹，刚刚这个一连串的前期的这个表现，嗯，还没有醒过来，嗯，还没有从大学里头苏醒过来，啊，就已经站到了荧光屏上，这不是小韩姐说的话吗，这都被你发现了，这小韩姐你到底是突然把别人衬托的有多老啊，就是我叫谁都叫姐，恶意啊，各种比我小，不是各种比我小的我也叫姐，是有几个人能比你小啊，我在想，哎，神也来了，一发技能全交，这个战绩好吧，我们还是不看了，等我们把话题谈到你人人都叫姐的这个份上，然后你说别人比你小，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是一种尊重，比如说我也叫你姐就是一种尊重，啊，是明白吗，啊，你叫我什么姐呢，就是叫什么莱文姐，啊，莱文姐不闹了，我们还是好好打吧，我相信你可以找回场子的，是我补刀现在是压制对面的呢，对超九个有没有，九个算算钱，嗯，是吧，其实刚刚下路下路也对，就是我们要想就毕竟还是很少用这种女性的英雄，嗯，正经像我们擅长的那种，就是像一个拜肉一样，哪怕是个法师要冲到人队里头去干，哎，可是我觉得你用风女用挺好的呀，啊，那这种英雄就能浪吗，嗯，他穿的就那个样子呀，你干嘛，人家是很神圣的那种，很神圣的浪啊，对啊是不浪，女性英雄在你眼里都变成浪了，嗯，你要看情况，哎呦哎呦，先上一个 W 然后赶紧 Q 空一下，对，通过 Q 空来让对面产生哎这种人我不想杀的感觉，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施法技巧啊，嗯，没难度没挑战现在玩得很伤的样子，是各路都有点崩，嗯，在塔下这样来回作战的话，我觉得这幸好是塔下有我方的小兵，但是现在没有了，哎，阿木木在这边牵扯两个人，然后伊达师在这边杀了一个，我呢两个人都死了，我还能干什么呀，你干不了什么了，是这个地方好像真的是有眼，我无速鞋不了了吧，嗯，我们的蓝 buff 拿不到了呀，阿木木跑得好快，好稍微绕了一下，他无速鞋确实跑得很快，嗯，等他两个人过来的时候 Q 一下，对，哇，这是从哪来的，啊，这没有视野吗，有人每次死的时候你要吸一下口水哎好美味圆满了的感觉，美味好爽这都被你发现了，没有没有，你这人不能这样啊，刚才真的是激动了，激动了，对，你激动的反应就是三个人杀你一个嗯，没留意到上路的情况，这前期打的有点扯啊，这真的是有点扯，今天的剧本就这样，嗯，所以就一直这样先死五次然后果断雄起，嗯，你注意搂住啊，我搂住，就我们这儿有个楼主你楼主搂不住是吧，你要搂住，好的，我尝试一下，嗯，我补刀领先的呢，我到现在能安慰自己的也就这一句话了，嗯，不说老实话，这下路有几波打的是比较挫，就在于拉克斯这个英雄啊，跟我们 7M 擅长的这种冲脸作战不一样，都不一样，对，他是一个依靠距离和先手优势，我能摸到你的我就打你一套，嗯，永远只有我打你，然后我技能万一放空了我就撤，安全的撤退，嗯，是反正横竖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是一个风格的，好好好，我演一下，还有一个是吧，啊，我看到你这时候再走，然后这个时候再上，哎，好的，给个大德玛西亚，两个节奏了，你想想我之前就是因为没有跟德玛西亚的人组队所以是这个原因吗，现在是三路崩溃，但是这不是就像田忌赛马一样吗，嗯，包括这比田忌赛马不一样在于
你好歹还要用个下等马去打上等马。但事实上在这种三路作战的团队合作游戏里头，你可以直接把上路，就是把上马的那条路给放空。嗯，我们集中精力打中马的那条路。没事，每次你受挫的时候我就说你的补刀还是压制对面呢。啊，那今天还亏得，幸好是能这样。要是下次没得说怎么办啊？哎，有机会的，快上啊！是这边男枪，我根本是不会理他的。是技能一定要留给这个能杀的人。你别理我啊！我是跟那个男枪说的。哦，嗯，好，又站到一个。师妹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是从。所以就说嘛，之前其实一直是德玛西亚不肯出来的这个缘故。嗯、你看，从皇子出来的那一刻起，节奏立刻就变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真是，老虎不发威，当你是病猫。是吗？嗯。我认真了啊。对。我的认真其实不是人了。我认真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从皇子的发挥开始的。皇子尤其上路搞成这个样子了。不过说到底，你也就是个瓜皮猫。哦，我不是病猫。我是瓜皮、嗯、对，你们不能老这样抢占瓜皮的这个肖像权是吧？我是真正的爱猫之人，我觉得瓜皮和瓜皮猫的妈妈是能够理解的。是这样吗？嗯，上路推的好凶啊。嗯，还真是，中路也只能是慢慢来了。对，这一次打的稍微像样了一点点啊，我醒过来了，我从蛋蛋堂那种愚蠢的节奏当中醒来了。你不要来蛋蛋堂好吗？这是一个老少皆宜的游戏。老少皆宜是，但不适合我这样的青壮年。你看那个角度啊，什么力度什么的，啊、多科学啊！是吗？尤其是在你十级以前的时候，特别的难啊。你还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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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让对方觉得我骄兵政策。哎，对对对对。马后炮你都不放，那怎么玩啊？大招又冷却了。是这个意思。他们旁边应该是藏了一个木木。我要让他们有想法，对不对？就在那底下呢。你有木木，我也有。我这个是个公的，你那个是母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哎，啊，是吧？答应了。炸一下，247。其实你看这个没有体现出那种紫色的数字，肯定就是没炸到。嗯。我最近 Q 空的这个概率已经是高达90%了。你别这么说，他可能、就是、都是有目的的。嗯。就是先让对方觉得啊，我不太想打这个人了。是，然后又推空一下，这比随缘补刀法还要屌，这全空补刀法。这样也不容易啊。是，你一般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嗯，我真的是做不到，我一般都是忘了开。嗯。木木再往下路走，哎，这个风女，这风女还行啊，没死。好的。这个风女好厉害。嗯。够疯。是吗？打野位虽然说是绕了一下后路，但是很可惜队友撤了。给他上一下 W 技能、哎、两段的护盾一下炸，有机会。是的，减速他们的，你还要打，你冷静一点啊。是，然后还要追我，你们小龙都不打就是一定要追我，就丧心病狂，失去理智了。这我前段还说这个阿木木 Q 的不好，还说自己走位好。嗯，其实比对一下自己的 Q 我就不想说。哎，真是的、嗯、有个小技巧，就是你把这个鼠标移到大招的这个图标上，你是可以看到距离的，因为大招一般是建议大家开智能施法、嗯、是哎没戏这一刻。对，你抢这个有打野英雄的小龙，确实是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会失误，抢了你最心爱的小龙。是，刚刚这个抢龙也只能说是尝试一下，但是皇子现在过来我没有大招支援他了，没有用啊。是，开个大呀，抢不了他了。这护盾都上了还是没有，嗯，是交了闪现吗？嗯，算了，我觉得皇子其实还是在慢慢的转的。是吧，皇子刚刚大招都没交出来，厉鬼。哎，他们半夜会回来找你的，我、嗯、皇子半夜会回来找你的。是，我确实如果再提前一点知道他再往这边赶，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小龙上头的话，我应该把这个大招留下来。你不会让他死得这么远。对，我至少能够帮他呀。对，能够就在黄泉路上跟他作伴是吧？你别闹了，剧情不是这样的。没事，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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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闹。现在我的装备已经成型了，我现在是一身的神装。嗯，对吧，鬼书这本能够降明显降低你的这个冷却时间。
同时由于这局打的是 APE， 两个因素都让我必须要出这个。现在鬼叔修改生物是以前你要主动释放给他上一个点燃、嗯、好的，这边皇子先手德玛西亚，哎，这个直线我再上一个大招，好的，一成功的先手击杀了对方的 ADC， 然后呢大招为击杀掉了这个这个谁，我现在这技能这不真不是我放空了，你看我的拼，我看到了看到了，就我完全就是有点不受操作了。你已经把你能交代的技能都交了，然后刚刚又是这个 Q 差一点点，我要是早能扔出去的话他是 Q 不到那个皇子的身上的。哎，因为禁锢这个法术是一旦你打到那个单位上，然后别人被禁锢、嗯、所有类似位移技能的东西你都扔不出来，所以皇子刚刚肯定能够走。嗯，有点像什么情况，今天的桥段谁写的这个剧本，对吧，先上来把自己打崩，然后再把网线打崩，然后最后怒发网线，是难玩。关键是这样的话会影响队友对你的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在卡，万一只有我一个人在卡，对吧，嗯，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嗯这 AP 太不靠谱。我觉得今天剧本应该就是先就是完全被打崩，然后呢啊再就输了肯定不会这样的，然后再慢慢的，嗯，我告诉你完全被打崩之后还有其他的高潮，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你会发现我们这边的 ADC 就是对面的人，嗯，他现在表现的还不是特别的、这个、明显，对，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个就能够证明他有罪的镜头。真的假的、嗯、Guilty 他是有罪的。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皮肤吧。现在还都是为了皮肤吗？啊，我不知道，有的那种限定的也有可能是失恋了呗，被戴了绿帽子呗啊，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那肯定是你对不起他了。没有，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你为什么演呢、嗯、你为什么要挂机什么呢？肯定是因为他生活中遭遇了种种不测。挂机？对呀、啊，这要么是挂机要么是送人头什么的，对吧，就当着你的面这样演，你要演得像看不出来我们都不好意思揣测你但你要是明明的就是剧透一下，在眼皮底下，我剧透一下，他闪现到别人脸上站在那不动这对吧，然后我除了理解成为他女朋友干了一些他无法容忍的事情，他突然就一瞬之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嗯，那都是可以理解的。对，而且我这样说其实都还是善意的在揣测他、嗯、因为我没有否定到他的体育精神，但你我只是觉得他受到了生活中的打击你心里已经把他否定的体无完肤苦中作乐有没有，好吧，不管是怎么样反正这个 ADC 他是来点塔的嘛，我这个塔还再点一下就爆了，哦他炸了、哎、又开始卡兵了，我技能能不能用这个大、哦、完了，你的塔下只要一开打卡兵立刻跳到150，就我在塔下动都动不了，然后我觉得我跟那 EZ 也差不多了，是不是有种这样的感觉，就站在那一动都不动。哎，我们这个逆风怎么能逆成这样啊，嗯，就风逆也就算了，连网都逆，我们经历了几个高潮啊，首先是自己打得有点挫，嗯，然后被对面蹲得有点惨，嗯，接下来这个网就开始卡了、嗯、每次遇到关键的时候就对啊对啊对，就是开打一开战就贵，这个是真一设计好的吧，嗯，不知道然后还没完，我想办法出一个法传棒，还差300来块，对吧，队友这个时候就是逆风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队友开始互相的猜忌，嗯，但我也没法去反驳他什么，但我觉得就是你队友菜跟你自己打得不谨慎再去送一轮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嗯，对吧，你不用死给我们看，就这一局我就坦然的承认，固然我是打得比较挫了、嗯、我也不解释，对，这样显得比较有样儿。我就显得我比较无赖，我就挫了，怎么样，没事，你的补刀前期还压着对方了呢，刚我其实大招打中他了，但是你看到这个伤害啊，现在根本是不行的，就是伤害的有点看不出来的感觉，所以赶紧出一波啊，看，哎，懂了吗，懂了吗，这也太夸张了吧、啊、这真的对吧，不是，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感情受挫不是一点点，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的话一定是受很大的打击，是我们之前都有点就是还没有被这个现实的压力使得我们重新就是燃起
斗志。嗯，但是当我们现在知道是在四 v 六开始，就一下子把所有的这个包袱跟负担都卸下。嗯嗯，我看这阿木木在往这边走，那这蓝 buff 我只能说，嗯，你节操掉了。对，我刚刚是把它扔掉，我不敢弯腰捡。我帮你捡。你别算了算了，你一下就把自己的缺陷跟漏洞体现出来了。就离地面比较近是吗？是，你可以这样理解。蓝 buff 我就不指望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出个鬼书呢，对不对？嗯，哪怕拿不到无所谓。嗯，第一我有女神之泪有蓝，第二我这个 CD 时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尽量能够打到16级，然后就这一波守住不吃亏，然后16级之后再利用自己3级大招高冷却时间去打就有戏了。慢慢的来。法传棒大龙吗？法传棒这边我把这个卖掉之后应该是刚好够出。嗯嗯，好，在这儿来吧，现在可以占个痛快了是吧？是，占个痛，占个痛。好好好，我们旁边的这个伊泽维尔首先是半血啊，这个地方明明是有眼的，哎，装作没眼的样子，然后呢，好的，至少他吸收了一波技能。好的，在这一瞬间我们其实呢他还算是我们这边的人，只是他当了一个肉盾的位置。往下走，风女给自己上个盾，他还在勾引别人。哎，好，这个锤非常的漂亮，把所有人都带到了塔下。皇子这边交过来非常漂亮的阵型，啊，德玛西亚。好的，有节奏了，在塔下继续往外头扯拉扯一下，先拉开距离。拉克斯是非常害怕近身作战的，交掉技能击杀了日女之后，看看这个塔下。好，这边是用掉了自己的 E 技能，然后 Q 一下 A 一下再 E 一下 A 一下。是的，刚刚是男枪为了击杀这个皇子，我们在非常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在塔下交出了自己的位移技能，因此他在撤退的时候，我赶紧一个E技能，就是我直线可以去判断他的走向，他没有任何可以改变自己路线的这种方手段了。嗯，搞完空到之后呢，也不着急，是一股脑把技能丢出去，一定是要Q 一下 A 一下 E 一下 A 一下，因为在塔下刚刚一定是要把自己最大的火力打出来，嗯，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他就跑掉了。Q 一下 A 一下 E 一下 A 一下，是的，学到了，嗯。活到了，学到了，是吧？嗯，大招就不用了，因为大招是其实是可以直接触发你的这个技能伤害的。嗯，所以在刚才还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小团战。嗯，这一下就达到了，我觉得达到了接近16级，然后下一个装备我要出沙漏，打E大师有两个装备是神器，嗯，沙漏，还有一个是复活甲。沙漏别忘开。你。我错了，我是在提醒我自己。嗯，看出来了，每次都是忘了看。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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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德玛西亚一个，嗯，这血加的真是有点厉害啊。这下了多少，但是没问题，我在场，然后呢不是事 Q 到了之后搭一下德玛西亚。好的，没问题，你近身我炸你啊。好的，就是这个感觉了。刚才这个伤害就很高了。开中亚不着急，但接下来我们要记住了，这个伊大师已经有中亚了。嗯，好，走位倒是挺漂亮。这阿木木确实全场我觉得他打得非常的棒，跟这样的对手打，就是你哪怕输掉也会有一种没有遗憾的感觉，就是跟这样的对手。然后现在可以打大龙，现在只有一个肾，然后对面的打野也死了，完全是可以拿大龙。然后，嗯，好像对面男枪非常聪明，这个时候跑到我们的基地去来换，这样的话一时间有点混乱。确实是这样，他直接推基地，然后你们就必须回来两个主力来守。是的是的，而且皇子这边打不过。嗯，我这边大招放空了，很可惜，然后身后还有一个辅助在缠着我。哎，有机会先手击杀他，但是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因为他帮助男枪在前方。嗯，这个塔感觉这个基地感觉是要爆啊。控住了之后上一个，我这什么人名啊。但是我们的中路兵好像有可能能够守住，这真是命运多舛。为什么死在这了？他为什么能够死在这？不知道啊，没看到捕捉到了吗？他凭什么能够死在这？他自杀了吧？他自杀的，他女朋友死了啊。他肯定是用那种最传奇的自杀方式，通过时光倒流来到自己妈妈和爸爸结婚这个度蜜月的时候。这么厉害，对吧？正要就是爸爸跟妈妈正要履行仪式的时候，嗯，他跑过来，胖黄毛你在干什么？
你不要干这些事情啊。好，然后他发现自己就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是这样蛮横无损的躺在这儿，没有仪式，对吧？就没有儿女。好吧，其实他刚刚就死了。我刚刚看那个，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冷笑话的时候，嗯，在你看懂的那一刻，感觉到确实是这么回事。嗯，好吧，如果大家听得懂的话，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嗯，这也没什么限制级的东西，对不对？正常的笑话。我又没说什么。是的。虽然是你讲的大部分都是限制级的，大部分我都听不懂。嗯，因为我是平时比较不太关注这方面的东西。是我先报了一串演员的名字，嗯，最后我报了一下我们小学校长的名字。什么？你他也？前头我报其他人名字就说啊，不知道呀，都不知道呀。嗯，当我报出一个老头的时候，什么？连这个人也？好吧，陈乔恩都要这样吗？啊，陈乔恩还是很不错的。嗯啊，以前就觉得很不错，自从最近一直默默的关注着他的某个某个作品吧。好吧，到现在就觉得越发的不错了。嗯，你干什么呀？德玛西亚上对我这边大招刚好到了距离。好的，有事没事把这个手放在阿技能上头啊。嗯，你是能够非常清楚的闪现控住之后，先炸死这个谁，给自己上了疾病碎片。好的，易大师在这一极限，我近身躲掉了，真的运气非常好。看到了，看到了，这运气太好了。然后呢 ，Q 到了，瞬间死了。这个易大师全部撑的都是这人品还可以，这哥真的是人品了。嗯，就这种，而且你还状态挺好的。那你想想，人一辈子的状态都是平均的，它是一个常数。嗯，我前头打了那么挫，现在应该是有机会能够，没机会了，不追了，是，再追就亏了。去考虑搞一下上路这个，下路这个，死了。最近我们发现 ADC 演的这个手段，他演的这个态度没有以前那么坚决了。嗯。他可能中间出了一点问题，交接的过程中是吗？我误会了是吗？谁知道他到底，他可能又明白过来了呗，是吧？就在那一瞬间，是，然后就看你就是一个人是吧？啊，带的飞起，哦，然后就感动了，落泪了，真的是这样吗？然后就啊，奋力的拼搏了。我觉得是因为看淡了吧，就是好。你干嘛一副看淡的表情？就好像啊，我就是说什么我就来什么呗，对吧？这个节目目前是没有出镜的。不对啊，你节操没捡起来，你不应该这样啊。没有，我突然就想到，刚刚还聊到陈乔恩。嗯，其实你想你干嘛吸口水？我没吸口水，你别闹。我，你真是有意思，你觉得我会跑吗？哎，我中央还在身上呢，对不对？太年轻。这边对吧？不，我觉得这边不能回城，还可以打。我躲一下，是的。不过不排除这个草丛有眼。嗯。这边有沙漏，不仅是提醒我有沙漏，而且是对面易大师也有沙漏。嗯。我怀疑他们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眼。就这个草丛吗？对啊。不要小看这种地方，很有可能是有眼的。嗯。对吧？他知道了，这下知道了。一大师闪现有没有机会来个旗子？哎，好的，打断了。的，注意他有中亚，所以这个地方我往他的5点钟方向，7点钟方向，我说错了，7点钟方向就是你闪现过墙走，还是步行走，我横竖都能炸到你。嗯，算那个时间，2、1、0，炸。嗯，哎，好的，锤起来了。嗯 ，nice。这局在小优的骚扰之下，嗯，我依然顶住了压力。我一直给你都是正面的力量，好不好？正面的骚扰。这边是要拆中路，可以有。嗯，这个可以有。刚刚关键是圣大招没有传过来。圣最近都在干什么呀？圣他好像有2次大招都没有过来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圣，尤其到后期有1次大招没过来，让队友形成了一个4-5的局面，嗯，就非常难受，就很香了。对。带线固然很重要，但是绝对没有一场团战的大胜来得给力。是的，所以这个胜就有点真一的那个套路啊。你还要黑真一？虽然我觉得你黑的不错，我也觉得应该黑一黑。哎，好了，这个距离，这个位置阵型，德玛西亚三发，
这些太棒了，哎呀，皇子大招什么的最喜欢了。哎，我一直觉得就是炮姐应该设计一个哔哩哔哩的皮肤，对不对？嗯，所以在最后人头虽然说一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占了小优。你又小优了吗？你知道哔哩哔哩是什么吗？啊，就是穿安全裤的那个吗？安全裤。嗯，是的。你听懂了吗？我听不懂。我说你挺懂的。哦，我不懂。是吗？安全裤你从来都不懂的是吧？别客气，再见。好，这已经有了。那我们第一场正经的教学就到这里先结束了，接下来再带来一场蛮王克制教学。太不容易了。Let the games begin. 欢迎继续收看微信跟民主版冠名播出的 GM 教学大全，微信在，游戏更自在。是的，刚刚这一局主要是体现正常打，虽然打得有点不正常。嗯，接下来这一局呢是正常打。嗯，哎，怎么跟刚刚说的一样呢？对，我感觉好像不对了，不对了，不记得样子。啊，我还没说完呢。你还要说什么？我还有好长的一段呢。好消息是吗？大概有5000字。好消息。是这样的，嗯，我大概要说一个小时啊，嗯，我来了。好，季节微淘宝商城呢，现在是进行冲皇冠整月包邮活动啊，现在购买D923专业级游戏耳机呢，就送精美礼品，加上主持人的签名照片，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购买英雄联盟的明信片呢，买4套必中1套限量版史诗级卡牌皮肤，还有更多专业电竞设备等你选购，详情请登录 GTV。你怎么说着说着就笑了？因为我就很佩服自己。是，但问题是我也很佩服这个女枪，她明明自己是有移动速度优势的。哎，这个、哎、你刚看鲁鲁那个闪现，嗯，是不是有 GTV 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开黑的时候，对不对？有淘宝商城的感觉，就比谁卖的更快。嗯，是这样的、嗯，看到了某些人的影子。你说的某些人不要指着我，我没有指着你啊。我一般是不卖队友的。你没有看我在看自己吗？哦，我在看自己，我的视线。好的，嗯、你一般看自己哪个部位？就是鼻尖，因为我就是鼻梁，就只能。顺便只能看到这个地方，是吗？我知道你是看不到的。我能啊。嗯，这个我们有待查证。好的。嗯，说哪来了？说这个啊，你说刚刚那个女枪？不对，我想说什么来着？上一局好像是因为出杀人书，虽然说这个英雄很合适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要推荐几款这个不出杀人书的。嗯。说来说去好像没什么营养，或者说主要是体现最近我们之前做过这个 AP 蛮王之后，这个英雄目前似乎还没来得及续、嗯。然后呢，嘿，你闹什么？我觉得刀可以不补，这个英雄不能不压。是，这不是你曾经的最爱吗？啊，这你忍心吗？我喜欢玩 AD 的。哦，说到了，因为 AP 蛮王不是男人。但是你玩了呀。我玩是因为这个版本。确实如此嘛，你要想你人怎么能跟版本作对呢？也对，你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嗯、没错，就是补丁。我怎么听到了一丝李莲英的味道？李莲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可是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啊。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打一下 AP 蛮王，或者说做拉克斯正常教学的同时，体现一下怎么样克制这个英雄。你比如说蛮王同学面对拉克斯有几点好呢？第一，我射程远、嗯、他试图来耗我血的时候呢，经常只能交一个E技能先来位移，所以他E技能的伤害很多时候是打不出来的。嗯，随后他要平砍的时候呢，我可以用 W 技能来两段护盾，同时来吸引掉一部分，或者说这个扛掉他一部分的伤害。嗯，上头哎，我们的赵信好像了应该是交了自己的技能，交了自己的。哎，你快下去吧。嗯，装什么 ？Q 中，没错，他位移技能交互之后、哎、的 ，A Q E， 哎不 ，A Q Q A E A Q A E A， 大家一定不要记错了这个技能的顺序。嗯，先 Q 一下 A 一下，然后再 E 一下 A， 还不错，唯独就是双 buff 没有收到。其实，就上来为什么就是刀都不补，一定要跟这个 AP 蛮王打起来啊、嗯？因为他出门，因为他拿了E血之后，他上来就是恶魔法典出门的。
就1000块的那本，就合成那时的那本书，嗯，你跟他慢慢谈发育简直就是扯淡，所以一定只能趁他这个等级还没起来的时候就克制他，没错，根本没有和平发育这一说。嗯，是这样的，你们才相信和平，巨无霸渣渣。嗯，是的，请允许我告诉你、哎、表面上不构成威胁的敌人，实际上也许正在等待时机、嗯、别学德莱文了，越看越像德莱文，给他们看到这是德莱文的哥哥德莱厄斯，杜蕾斯，德莱厄斯。嗯，以上品牌绝对没有赞助本节目。说出来就赞助了，哎呦，太吓人。嗯，我觉得会，就是你会吸引这样的公司的注意的。嗯，所以我回家之后，就为什么先出的这个洪水晶，加上一本这个叫什么来着《增幅宝典》。嗯，一来我是要往啊、法穿面具上去走。因为前期我的伤害很高，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E 技能和 Q 技能打中之后的我的平 A 触发的我的天赋的伤害。嗯，所以我，而且这个东西它是只跟你的等级跟法穿有关的。嗯，对吧，跟你的法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前期尽快的把这个法强啊，不把这个法穿点高一点点，对，嗯，弄高一点点的话，在对抗当中就能占得先机，就能更加的就耗更多的蛮王的血，这样的话他前期八级之前，你想他都只有一级 Q， 他是回不上来的。是啊，第二点在于蛮王，你想想，万一他生活中遭遇过一些不测挫折，包括啊、我们上期不，我们上一局这个说伊泽维尔的话就不再重复了。嗯嗯，总而言之就是，我怕他人品爆发，连连砍出我2-3刀暴击呢，我有点受不了。所以我在有护盾的同时，再出一个洪水晶，这样的话。对方极难有机会杀死我。嗯，哎，很多时候他只能一技能是用来接近我的，打不出本身的伤害，这样他点高了其实也没在前期是没什么用的。嗯，我发现这个蛮王就是没你赚的溜。哎，是，我知道，马上到100点法强，然后大招清个兵，你要想、哎、他几次用 Q 技能过来，他想接近我，我反投 Q 技能捆住他，因为他直线追我嘛，这很容易 Q 躲 Q、嗯、就是限制住他，然后往后走，他砍我1到2刀，我完全一个 W 技能的护盾就抵回来了，就根本不会耗血，反倒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要不要打个几次，再加上我倒流比他早呢，一个大招清完兵之后，哪怕没蓝了立刻回家，这是六级前的第一轮可以这样打，六级之后你只要顺利拿到这个蓝 buff， 你可以继续在线上就是无限度的这种不停的来消耗他。这么听起来的话，这个蛮王会不会到后期就想不开自杀了呀？啊，我觉得很有这样的可能。他要怎么样自杀呢？像上一局伊泽维尔那样，就站在那个大龙上头不知道怎么就死了，但是好像魏就因为这个原因抢到了大龙。是的，这个地方赶紧撤，蛮王刚刚从中路消失。嗯嗯，我来这，哎，对，好像是有一个谁，是的，确实是，看我，他应该是往下转的，他应该是往下转了，还是那个蛮王没变，是，算了吧，不然算了。我怕他想不开。我的字典里头没有算了，只有撤退，只有葱。葱是什么呀？只有葱。葱姜蒜都来了。嗯，你也有普通话出问题的时候。这样一套的话感觉别转移话题。拉克斯也不是拉克斯。是吧，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调戏过这个同伴解说同伴的普通话水平了，这一度让我非常郁闷。嗯，你倒是一个挺善解人意的人哈，今天故意把葱姜蒜说了出来，就把自己的劣势暴露出来、嗯、把自己的优势暴露出来。你是把自己的优势像节操一样丢掉了？嗯，没有，你那个节操好像还没捡起来。我捡起来了，趁你不在的时候。但你在我捡不了。好吧，但还是没有捡起来。给你看看而已，你别故意扔什么。你冷静点，秀一点。觉得拉克斯的大招还是很帅的，是吧？嗯，炮姐，你开玩笑，在那一刹那，是，哔哩哔哩，什么都没有了，哔哩哔哩没有赞助，别再说安全裤的事儿啊，哈哈，你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嗯，安全裤表示的是活泼跟好动，你懂吗？哦，你这么了解吗？我，哎，你这样说好像有陷阱的感觉。嗯，看来你还真是了解我们男人。是。你们男人，那我呢？啊，你们男人，那我呢？好，这边队友上了，我的 Q 技能放空了。不，没关系，因为我的 E 技能没有放空。是。哎，这个地方都不开大，我直接是因为我法穿很高嘛。嗯。
直接现在应该是多少点法穿？15点加上8等于多少？15加8等于30。我尿出来几滴了。哎、好了，你算出来了吗？没算出来。23，23，23，23，这是，所以天赋的伤害很高。刚刚也是对方，我估计他是想极限秀一下。他不极限的话，因为你想，我一直追在他后面，等到5秒钟之后，再给他一个大招，100%要死。刚有没有发现那个赵信给 ADC 让人头？哎，真是，他进去之后就是一个必死的女警，他管都不管，然后直接往前头去戳那个谁。你说现在像他这种高风量级的人是吧？像他这种高风量级的人，你别看着我说呀，我不存在，不存在，你别这么说啊！我面对合适的人，我也会这样做的。没有，只不过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对，没出现啊，都是像 Luke 这样的，是吧？对对对，我先找到一个给我3颗痣的吧。嗯，哎，真是的，别再给自己找借口。你想想，这个蛮王到现在还只有7级，然后他虽然出了这个已经加了25%的解 CD，但事实上我觉得他 1GQ 还是回不起来。是，我现在已经隐约感觉到他有一丝想自杀的气息了。嗯，他已经自杀过一次了，我觉得刚刚他不开大就是自杀。已经放弃了。嗯，我们今天说要怎么样打一个 AP 蛮王呢？首先你 AP 蛮王这个玩 AP 蛮王的人要不厉害，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别瞎说大实话嘛！啊，是教学节目，咱们还是要稍微克制一点的。是，嗯，装也要装一会儿。是，你不最擅长这些了。不，他拿到了一血，我觉得能够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他的实力。哦，对，而且我觉得玩 AP 蛮王的通常都有点装。嗯，你看我就知道。都是看你那期教学吗？你别闹了。嗯，然后就是，哎，也去遭遇了。上面摸过去来一个大招，好，看一下发射的去，哇！他有位移技能，这你不能怪我吧？嗯，这不怪你，怪你的大招。好吧，然后 Q 空了，你不能怪我吧？他人太多了，对吧？怪你的 Q。我赵信，你还要占个通？哎呀，别呀！我技能还有一个 E 炸一下。好的。好凶残，好像回了一点点血。然后残局，我觉得应该是先打。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德莱厄斯身上是有蓝 buff 的，先杀蛮王。我觉得我肯定要被德莱厄斯给杀死，所以技能优先处理这个有蓝 buff 的德莱厄斯往后走。虽然我空血，空蓝，然后技能冷却还可以。对，这个先杀德莱厄斯是对的。歌是真的很漂亮。Triple kill。嗯。哎，杀4个是什么？嗯。Fourball kill 。Fiveball kill 。要永远都不可能超神了，是，一共说了十几个。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最多好像也就打过4杀。真的假的？我唯独有一次5杀是用我们下期可以讲的卡萨丁，是，就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达成过这样的数据。你是说在教学节目里面吗？没有，不是教学，就是所有的，对，一切，对，我队友都不是人。哦，嗯，哎，但是我记得你好像有打到过很，就是。超神过，那这啊，不用说呀，肯定是没有，是吗？啊，那你就是在赖队友，就每次赶上的队友都特别的不想让。对呀，你想我的队友都是什么人？坐在我旁边的都是什么人？你别这么黑霸王。你突然沉默了，想了一下，哎，霸王不像是这种人。霸王没坐在我旁边，霸王坐在我身上。哦，那坐在你旁边的不是别的部门的吗？我懂了，我懂了。嗯，好。嗯，你要是这样黑的话，蛮王到塔下，你说他玩的是确实是有点乱，我觉得。封刺、恶魔法典、减 CD 现在几乎是达到上限了，因为合成纳什现在非常便宜，但是依然我觉得要优先合。为什么呢？因为它能瞬间让你这个恶魔法典加的这个法强的点数几乎是翻一倍。很少有这种250块的一个合成书能够让你迅速翻这么多这个数据。是这样的，上路击杀了德莱厄斯之后，自己也被眩晕加背对的这个减速换了，是同时的限制住了。来草丛里走，哎，他，我发现这个赵信，哎，直接赵信你还挺会玩的，闪现走是吗？德玛西亚的漂亮，这个大招放的，控住了。哎，我放那个 Q 的时候，其实我稍微有点一颤。你别转，这个打蛮王有一个细节在于他的大招开到大概第3秒的时候，你给他上一个点燃。是的，因为这样的话，他大招时间一过，他第一他的这个点燃，他的这个 Q 技能很难回血。第二在于他如果 Q 技能没有冷却的话呢，就直接被烫死了。嗯，
啊，因为你是在他大招的第三秒上，你的点燃能够持续五秒钟。嗯，话说刚刚那个赵信眼里很没谁啊，是吧？直接哇，勾我紫色隐者。嗯，神三，我还是觉得你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有一种、紫色隐者。嗯，就不是发音的问题，是就是怪，就是一种人格的人格魅力。对，好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拽的挺快的啊。是这样的，说好话特别难听。哎呀，这个蛮王还是坚挺的活着。嗯，我要杀他两次。你干嘛、啊？走了，那我清个兵来。德玛西亚，哎，漂亮。哎，其实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英雄联盟所有的女性里头，长得好看的是谁？先不说，嗯、拉克斯算是声音比较萌的。你学一个，你别学得来的，你别闹了。那我去找 Luke。好。作战计划什么的最喜欢了。这嗯，我比较知道你的口味。嗯，你的爱好。我怎么了？就是喜欢的声音啊。这种便秘的感觉是吗？跟你一样有男人味儿。你喜欢的女性英雄都是那种有男人味的。那也没有吧，你想想你自己。嗯，我就不算在那了吗？你就不算在人里头，就不算在女性英雄里面。好的，这你还要打吗？下头这个蛮王好像想做了什么，但哇还有鳄鱼，快走！兄弟姐妹们，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吧！两段位移上去之后跪了，没办法。这一局其实相比上一局来说，我已经就我而言真是顺很多。对啊，而且对方是拿的一血好吗？上一局简直生活不能自理了，然后就脑子都被打抽了。就各种。你一个人是吧，就是带领个人奋力在演，然后那种你好像说的没有我们这边的位很厉害的，你想想他抢大龙什么的、还有那个皇子、虽然他非常藐视我一个人吧嗯，我说的不是你啊，我知道你虽然是有恶意的看着我瞟了我一眼，就瞬间瞟了我一眼。你是有很拼命的在付出自己的肉体的。 是这样吗？上一集哦，好吧。嗯，交兵政策我们说远而视之近，近而视之远，对不对？再说这个跳拼什么的根本不是我能控制的。哎，嗯，转能转到哪儿去？承接了一个小兵，你好歹承接一个大的，对不对？收纳什之牙加上 CD 鞋，16分钟才这种装备，我觉得还可以了。建立在他拿了这个一血，而且他出门装本身就是一本这个小书。我刚才这个你以为这是随缘补刀法吗？开玩笑，话到嘴边幸好没说出来，不然的话就狠狠地被我抽了一耳光。你说谁？嗯，我说那个说不该说话的人。啊、抽天下可抽之人。反正不是我。大棒现在3300，这个帽子还算是比较便宜。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产品。它好像之前还会更便宜。嗯，最近不包邮了。飞上去还要玩，被晕住了。对，飞过去的途中被晕住了，还要玩就玩脱了呀。你有闪现吗？没闪现，身上有没有眼？他身上没眼，玩盲僧身上怎么能没眼呢？啊，玩盲僧身上没眼的都是眼。他肯定是没看你的教学，是吧？你什么时候做的盲僧教学？过年做的呀，大年初一啊。哦，那就是在过年嘛，都在吃饺子什么的，肯定没看。哦、是，也可能他不想看。哎，主要僧人，你想想什么叫僧？僧一般都是光头和尚。嗯，正月不剪头，你们那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习俗？是这样的。哦，就嗯，那你也好歹剪剪指甲吧。你要不要看看我的指甲再说这种话呀？我看一下，开玩笑啊，看一下，剪了吗？最近你别往下看好吗？你这个人真的是很过分哎！就好好的，别降低咱们这个节目的格调啊！什么也没说。注意一点，对吧？真是的。以后说到指甲这种事情，你就自动的把双手举起来，对吧？双手放到头上，双脚含在嘴里。你先给我做一个这个动作，我看看。我等他捅起来之后，再一个后手 Q， 对，绝对不会。哎，他又没开大招吗？嗯，真的。啊。他已经放弃了。是自杀了。那你说他是什么心理呢？我管他是什么心理，但
前期我觉得压他这个是压的很正常的，就是这样压他，对不对？嗯，这样才能不才能保证他后期不烦你。说老实话，打一匹蛮王，拉克斯第一前期能让他耗不到你，嗯，第二前期你很容易把他耗得起不就是回不上来，嗯，第三团战里头你说杀他他就杀他了，你的第一你这个爆发很高，嗯，而且你想你 QE 大招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瞬间把伤害三段伤害同时打出来，嗯，然后再配合上你这个天赋法传又很高，这一局我直接出的是帽子，就减 CD 什么的再说吧，嗯，我现在需要的是把我这个瞬间爆发给提升起来，瞬间的爆发瞬间的伤害清个兵拖延一下，其实这也是拉克斯面对别人推进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套路啊。大招其实不值钱，虽然这一局我的冷却时间还没有出相应的装备，但也没问题，已经够用了。因为你一个大，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你放完大之后，对面立刻就不退了。是的，你就在外边转个五圈都没事。嗯，散散步、遛遛狗什么的。遛狗就算了吧。哦，我之前看到一个，哎，看到哎，这两个人同时上去，我只能混个助攻。你还想怎样？那么多人。我想推中路，然后转大龙。如果这个蛮王不识趣的话，嗯，你看看你的战绩，是吧？嗯，你还想怎么样？我还想怎么样？几个人头都是他的。算了。哎，这个鳄鱼有戏的。有戏啊。跟上啊！嗯。你不要发出奇怪的声。这。好，他死了。他，我再等一会儿，我的蓝回得很快的，三二一，德玛西，哎，谁干的？谁扔的刀疤？这个盲僧，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盲僧不厚道呀！大家一起追，你要呢就早点把那个人头给收走，嗯，这无所谓。非得要在这个时候是吧？大家追了一条街了，瞬间就要将其击杀的时候，他把你他说我到家了。嗯，是的。哎，最烦就是这种曾经给过你希望啊，然后就是把你这个推上天堂，还有拉下地狱的都是同一个人吗？你说的很对。对啊，我看到就是有一个同学之前在我们官网上评论说，拉克斯是有点像白色的莫甘娜。白色的莫甘娜，谈不上吧？就是，这还是一个超远程作战的家伙，炮姐，典型的炮姐。你真的要来？哎，嗯，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算，我还想说，有的时候你要算对方这个嘲讽的时机，他技能一好，你回头看他一眼。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游戏不人性化在于你不能退着跑，嗯，一边跑头一边扭过去看着他不就行了吗？啊，我看你一眼你就不能减速，我应该是这样，是因为会头晕吧。小时候有没有模仿过 Michael Jackson 啊？比利娟，比利比利，炮姐来了啊，往上走，还有这种加速，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你往那边走有什么用啊？上了点燃他死了，他还没死。哎，这个 Q 不错。嗯，好的，他怎么绕到那边去了？是，他已经无处可逃了。这传说中 AP 蛮王，我们教学的时候一般说什么？一个人来打不过，两个人抓不死，三个人浪费时间啊。这个人是一个人去，他打不过，两个人来他必死，三个人他自己送。好，这也要死。没办法，这局整个都很顺。West Cowboy， 各路把对方压制，是，都是你带的。你别犹豫，别犹豫，果断的说出来，都是我带的。来来，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好，我们看一下中路。哎，你知道就行，干嘛非得让我说出来啊？说出来以后我怕你就浪了。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发短信给你，好吧？还是浪费一毛钱。是。又没有什么。没有，我们有亲情套餐的，别忘了。没有。我的人满了。原来是这样吗？鬼拳争乱。哎，那个蛮王去哪了？你现在就是全地图找他了吗？这不对啊！一般来说其实是不用管他的，尤其是面对拉克斯这样的人，你带线带过来，我一个大招就清掉了。嗯，是，只是觉得杀他就比较过瘾的感觉。是吗？你想一个蛮王，哎。哎。蛮族之王。哎。蛮族之王其实一直也不厉害啊，对对，是最近开发出这种变态的玩法之后，事实上在美服什么的，他早就已经不能再看了。但是如果是你玩，就对面是你玩的蛮王的话，嗯，会不会就比较贱比较难打了？因为玩蛮王一定要贱，
这个还是比较刚，我觉得浪跟刚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对不对？算了，我追不上，这家伙有意义，他 只要他不想死，正经来说 AP 帮真的是这 样，他不想死你是杀不了他的，对吧？你看他一回头要跟别人玩，那对，那两次都是他想死的。关键他好像没开大，他是不是阿健坏了呀？要不要到我们的淘宝上来来念的，到我们淘宝商城来买这个？不是，我觉得有死亡免疫。我开玩笑的，你别真的就把稿子拿出来就准备念了。我要念一个小时呢。是，嗯，你还是太容易较真了啊。这不是在你身上学的优良传统是吗？对，我确实曾经很较真。嗯，现在老了。现在计较了。现在被你们伤过了。被我们吗？对啊。那好吧，看来你确实是喜欢男人。我老婆也这么说。别紧张。哎，不对，我不应该在你说完之后说我老婆这样说是吗？对啊，对对对，我老婆以前也说过。这节奏错了吧、在你说过之前。嗯，我觉得再一会儿再来一波就差不多结束了。一会儿再来一波，我觉得就说不定啊，这是有机会打的呢。又减速，看我头上这个鸡头，模仿一下这个鸡叫，呱呱呱！你头上没有啊？冷幽默，你这个。好了，哎，都回去了，你也回去吧。是。还有插眼记录，天哪！拉克斯四次，哇，太专业了。哇，真的是。对吧？除了辅助之外，谁敢比我说多？努努13次。嗯，那辅助嘛。嗯。再出个中亚。嗯。别我这局，因为你想哪怕蛮王是 AP 的，但是他的这个伤害全都是物理的呀，嗯，对，没什么魔法输出，唯独就是那个鳄鱼的大招可以烫我。嗯嗯，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很好打了，他肯定是拿身上爬行动物的那种腐臭味不停的在熏我，这是魔法攻击。这条说的这么有画面感吗？你是不是都想象到那种气体的颜色是黄绿色？你能信吗？尤其是一靠近你的时候。你别闹！下次我真在身上涂一点。好好好好，五人抓。有的时候我觉得没必要做到这种份上，但是呢，别忘了，其实正常人对 AP 蛮王都会有这种痛恨感。是这样。对，不管他是你的敌人还是你的队友。反正都不讨人喜欢，就是不顺眼的样子。你顶多只能说他能带你赢，但这一局我觉得他已经不能了。中路面对的是拉克斯啊，你前期主升 Q， 我觉得也没戏。嗯，没办法，这个从一开始就你就把对面压制了。对，回不上来的，12秒，你想想，我12秒打你一套，你12秒回一口，有毛用？我哎呦呦呦，这是传说中的。这是传说中的人群中间放空大，哎，你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